台湾美食到海外发扬光大之后，最后又红回台湾来。来自伦敦品牌的挂包，在台湾街边开启了快闪店，一次推出三种口味的 mini 挂包，小巧可爱又美味，立刻掀起民众拍照打卡热潮。小巧可爱的手工迷你挂包，三种口味一次满足，下午茶时段吸引人潮排队买到，当然先拍照打卡。就是造型都小小的，很可爱。咸香酸甜的经典卤肉搭配辣豆瓣炒酸菜、花生粉香菜，一口咬下好满足。软嫩的炖牛小排，脆口酸黄瓜，加上特制四川美乃滋，口感层次堆叠。酷酷表情的流沙包，浓郁的奶黄馅料，咸咸甜甜好刷嘴。我用了二次发酵的方式，比较西方的面点的做法，所以每一个挂包的那个包的皮都非常非常的 Q 弹。快闪店每天限量250份，不必出国也能品尝到来自伦敦的品牌包套餐，三种口味，再来上一杯手工花生牛奶，熟悉的古早味，连外国朋友也来朝圣。创意美食还有这一位。红锅、清锅的豆腐各有不同风味，放入招牌的口水鸡、生菜、胡麻酱，大口享用，滋味更是一绝。就是豆腐的嫩，鸡腿肉的嫩这样子，然后又有麻香。然后我们再把它包起来。不止青红鸡汉堡，还有爆浆鸭血，软嫩的麻辣鸭血包进鲜虾滑里头，入口吃得到海陆双美味。鸭血的滑顺度，还有虾滑的 Q 度，同时都有吃得到。我说就是很新奇啊，又可以玩，然后又很好吃这样。激荡出新吃法的来自青花椒、爆浆鸭血，还有青红鸡汉堡。梦露咖啡拥有炸鸡界王美名号的大理石乳酪炸鸡翅，梦幻的卖相潮汐金，料理比拼美味，还有脑力激荡，翻转出更多新鲜话题。记者卢俊明、黄淑芬特别报道。